我想今天各位在这里呢，你们非常的幸运，非常的有耳福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平台，我的节奏你会见受，将会有自己的主题歌。今天也在这个时候将会第一次的首播，我相信这一首歌一定会带给所有人呢美好美好的回忆。以后只听到这个我的接受，你会接受这一首歌，一定会记得我们黎黎出老师及团队们。事不宜迟，这个时候我的节奏你会接受，献给你。新歌，哥哥棒棒。这个平台，大家因为健康而来。